诸位同学，前面我们读到李长者的论文，说到名士信者，自根本之故，悠有此之故，一切众生而能发菩提心。我们读到这个地方，现在接着往下面看，以根本之体，以根本之体，这个不是字，是智慧的智，能了迷信，其信解故。根本质的体就是真心，就是真如，就是自信。能了是能够明了，能明了迷惑，迷之性本无啊，我们在迷味当中好像它是真有，在自信里面确确实实他不明这个现象呢，正如我在前面跟诸位报告的，但是这个相很细，总得要细心去体会，那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从来没有离开的。睡觉也没离开，它还是起作用。六根根性跟这个六识同时起作用，一个是不生不灭，一个是生灭无常。六识是生灭无常啊，六根的根性是不生不灭，生灭与不生灭何惑？这个现象呢，我们应当要很清楚、很明了。怎么知道很清楚很明了呢？这就是根本质体了，就是六根的根性。这个超心解下面说，超比迷尽称之越来，这是我们看到世尊神通里面现象，看到那么多的菩萨从十方来以佛说，相上确实有，最重要的是要你懂得表法的意思，我们才能真正得受用。所以佛这是现象
神通是现象啊。上根立志，一见到这个相就明白了，一句话都不用说啊，像清凉，像离长者，他们一见就明了啊，和我们中下根性的人不行啊。明了的人很慈悲啊，你看不懂吧，看不懂他来给你讲解啊，我们听他一讲他恍然大悟啊，原来是这么回事情。啊，这才知道如来觉悟众生方法手段的巧妙，今天我们讲，这才叫高度艺术。啊，叫你怎么样呢？一时顿了，一下就明白了。那个要讲解，你说多费事，要多浪费时间，一看就明了。啊，不用说一句话。我们在这个经文上所读到的，啊，你看这个，经上讲的这八个字。这个如来显通啊，大众请问之后啊，你看看佛在经上讲的未现神通，接着底下现神通已，你看就八个字，大众问了三十句，佛的答复就八个字。啊，十方众海云集，这是神通的相。啊，到底佛现什么神通？啊，这个把现通的相说出来，但是诸位要记住。佛在此地现通，现神通已，一直贯到全经，说明华严是一时顿说，没有先后次第。对我们这些中下根性的人，啊，严重的妄想、分别、执着，这在解释，哎呀，这个解释可麻烦了，啊，可费事了，啊，这个经上记载的，就是解释。我们还是不懂，我们还要靠清凉大师，靠离长者啊，他们再给我们解释啊。那现通，现在我们是稍稍明白了啊，现通是什么？就是现虚空法界，
刹土众生，这里面两种力量现的，一种是佛力，一种是众生业力。这两种力量啊，融合在一起，虽然融合在一起，绝不混杂，为什么呢？诸佛如来住净土啊，业报众生住秽土啊，净土跟秽土虽然是一样，相不一样啊。所以我们先知道啊，虽融合成一体，它又不杂，这叫不可思议。我们看破要紧，要看破这个这一个事实真相不能看破，所以我们的烦恼习气、妄想、分别、执着放不下了。天下本无事啊，我们的事情还是很多啊，真放下了他是没事啊，没有事才能帮助我们解决没放下的这些事。如果放不下，本身放不下，怎么能帮助我们没法子帮助我们放下，也没有法子帮助我们明了只有自己明了放下了，才能帮助别人。这就是自度而后能度他了自己未度啊，不能度别人了。这么多设方，你看到这个像里面，这是现象现象表演啊。这佛常常讲的为人演说，演是为人，说也是为人在修学的过程当中，为人会提升自己境界这个就是谚语里面常讲的教学相长老师帮助学生教学生，学生也帮助老师帮老师提升境界这个一般教学都有这个经验的特别是给学生解答疑难，学生要不问，很多事情我们自己都没想到。学生一问的时候，哎呀，这才发现的问题了。看自己有没有能力解答。这个解答如果通过了思维，想象，
这个解答未必是正确的。问题出来，没有思维呀，直截了当啊，就答复了。诸佛菩萨如是啊，祖师大德也如是啊，绝对不落在心意识里头。这是真智慧，智慧照了啊！啊，《般若经》上常讲“照见”，照见是不落在心意识里头，叫照见。啊，这个大福是真实的。啊，通过思维、想象、研究，就落在意识里头去了。那么这个是佛法跟世法不一样的地方啊！啊，什么叫佛法？什么叫世法？用意识就是世法，不用意识就是佛法。啊，诸位要知道，佛法是觉法，世法是迷法没觉。啊，意识是迷，不是觉。觉悟了不叫意识了，啊，叫什么呢？叫智，啊，佛教上名词叫智。迷的时候叫八识，悟的时候叫四智。啊，这是功夫。啊，这个是。想学可不能着急，着急学不来。啊，要放轻松，身体要放轻松，心里更要放轻松。啊，要万缘放下，完全恢复到自然，身心跟自然融成一片，这个境界好啊！身心跟大自然融成一片了，我们要学。慢慢的学，那是超比迷境，来，你看表这个意思，如起心论也，马明菩萨的大乘起心论，不思议业相者，一一致敬啊，能作一切圣妙境界。不思议业相，业是活动，是在讲所有一切活动的现象都是不思议的。啊，一一致敬，能作一切圣妙境界。一真法界是圣妙境界，十法界也是精妙啊，圣妙境界。啊，只是怎么样呢？凡夫
迷执不觉。所以把这个圣妙境界扭曲了，啊，虽然扭曲，扭曲是一时，啊，就像科学家做的这个实验，啊，让水滴接近。当我们心情很不好的时候，愤怒的时候，这个结晶呢非常难看的，啊，如果我们过了几分钟之后，过了几十分钟之后，我们的心恢复平静，恢复正常了，恢复了爱心，恢复慈悲了，啊，这个时候你面对着这一杯水呀，哎，它的洁净又变成了很美丽的洁净花朵了，啊，不是那个很难看的像，永远是那个，不是的呀。随着你这个心情，它在起变化了，这就是下面讲的智无性，无性之性是真性，所以它能够恒顺众生，能随喜功德了，啊，他决定没有妄想分别执着，有妄想分别执着就麻烦了，为什么呢？他就不能随顺了。为什么佛菩萨能随顺，我们凡夫不能随顺？佛菩萨没有妄想分别执着，所以我看到这个他们这个水接近的报告，我领悟得很深呐，我懂啊，跟佛在经典上讲的这个事实真相啊一样啊。啊，它是属于无情众生的。华严经上讲的情与无情同源种质。啊，无情众生没有妄想分别之处。他能随顺众生，有情众生这里就分两种，一个在迷，一个在悟。啊，迷我们一般叫有情众生，悟呢，悟叫智正觉。啊，通常我们讲世间，大乘佛法讲世间，讲三种世间呢，有情世间、气世间。智正觉世间，啊，智正觉就是有情不迷了，啊，无情众生他没有妄想分别执着，他能随着有情众生变现一切圣妙境界，啊，随顺智正觉的众生，便一切圣妙境界，啊，
虽有情众生，也遍一切圣妙境界。遍三途，遍六道。那三途六道也算是圣妙吗？对。化身菩萨看到是圣妙。只要你利妄想分别执着，哪一法不妙呢？平等的嘛，十法界平等的，十法界跟一真法界平等的。三途地狱众生跟如来平等的，甚妙啊！凡夫看起来不平等，你怎么看呢？因为你有妄想分别执着。所以妄想分别执着把这个圣妙境界扭曲了，但是化身菩萨看起来还是一样，一点差别都没有。这个就是大乘经上常说的相随心转啊。同一杯水呀，我看的接近跟你看的接近不一样啊。你是烦恼恶念，他对你起的接近，是丑陋的，很不好看。我是善心善意啊，真诚清净平等，我看这里的界境非常美好。你说他到底这个界境是美好的还是丑陋的？好丑也如，你就见到真相了啊。他本身怎么样？也没有好也没有丑，这个理很深啊，相很复杂，但是利妄想分别执着呢，你了解这个事实真相不难啊。不离妄想分别执着，你想知道它太难太难了，觉得它太深奥了。下面这几句话具体给我们提供一点讯息。作为无量功德之相，常无断绝，随众生根自然相应，种种而见得利益故。设法界一真庄严，你要是会，没有不得利益。那么这里讲圣妙境界，就是随众生根自然相应。这个地方注意特别记住，随众生的根性，不是随你的妄想分别执着。妄想分别执着里面，这个里头有善恶之善。你看到这个界境呢，看到这么美。如果善恶两边都离开，你见到真相，真相比这个还要不可思议。那才叫圣妙境界。圣妙境界只有化身菩萨才能看到。
我们所看到的是善恶相对之善，好丑相对之好，不是绝对的，啊，绝对的才是神妙境界。这个里头具足无量功德之相啊，啊，这就像华藏世界，像极乐世界，常无断绝，啊，那我们今天所见的相，设法界里头一真庄严。是断断续续，相续相啊，啊，一真法界里面的法相啊，所谓是不生不灭，不长不断。生命长短意义，这都是属于妄想分别执着啊！妄想分别执着通通都没有了，哪里还会有这些概念呢？概念都没有了，哪里还会有这些事实呢？所以说随众生跟自然相应，那个相应是自然的，啊，绝没有一点点意思加在里头，啊，加一点意思在里面就不自然了，就迷了。一点意思都不加了，那是绝。啊，这样。种种而见的无量无边的利益，啊，你要问什么利益？说不出来呀，啊！啊，那具体而言呢，就是这一部《大方广佛华严经》里面所说的。无量无边的利益，又云一本觉上而其不觉故，啊，所以不觉是一本觉而起的，啊，不觉有没有离开本觉？绝对没有离开，离开本觉，你找不觉找不到啊。迷不觉是迷啊，迷跟觉是同时的啊，迷是实，觉是性啊，《大乘经》上常讲性实。这个现实我们不好懂，我们换一句话说，觉迷信自信觉迷，就是迷自信觉，没有离开自性觉，离开自性觉，那迷什么呢？啊，迷也找不到啊。
在哪里呢？就在六根，六根门头。六根门头放光动地呀，是自性觉，就是六根根性。迷呢？迷是六识。在眼叫眼识，在耳叫耳识，在鼻叫鼻识，舌识、身识、意识，六识跟六根根性同时起作用啊！这个你就要晓得，性没有妄想分别之处，识有妄想分别之处啊！所以佛菩萨在经论里告诉我们，我们在起作用的时候，第一念决定是真心起用，第二念呢，那就是六识起作用，六识起作用不离真性，离了真性六识就没有了。这个就是富罗那尊者在楞严会上向释迦牟尼佛请教的，无明怎么来的？一切众生本来是佛，说本来是佛是六根根性。六根根性，那本来是佛。为什么会迷了本性，变成凡夫？这个问题大问呐！在佛法教学里头，大问题啊，根本的问题啊。佛的答复得太好了。知见立知是无明本。知见是什么呢？根性本来它具足见闻觉知。见闻觉知就是根性的样子。真心呢，真心是见闻觉知啊，这是本有的。你要再见一个见闻觉知，那就错了，头上加头，画蛇添足了，那就叫无明。所以妄识是怎么来的？妄识是你在见闻觉知上又要立一个知见，错不立就对了，觉悟的人不立了，因为你立那是妄想，那是分别，那是执着，
变成什么样呢？变成呢，在事出世间处处有障碍。你就不自在了。破裂了，样样清楚，样样明了。你要不问呢，不问什么都没有，心里头干干净净，痕迹都不露。你要问呢，随问随答。啊，眼睛像镜子一样，外面照得清清楚楚。啊，你不问的时候，不露痕迹，这就叫根本智。啊，镜子照外面东西啊，清楚啊。你要问的时候，随问随答，决定正确，没有丝毫迷惑。如果你要是执着，落下印象了，往往你在这个印象里面产生错误见解，啊，产生错误的想法，妄想嘛，妄想哪有不错的道理呢？所以你把事实真相你想错了，你看错了，你理解错了，啊，那这样就他自己不知道错，自以为是正确的，那就免不了要造业了，啊，造业好，外面境界上随着你的行业产生变化。变什么呢？变六道，变三途。啊，外头境界肯定是随你念头而现象啊！啊，这个就是大乘法里头常讲的“境随心转”呐。啊，你心有妄念。外面境界随着你妄念变现形象，啊，三途六道没有啊，哪有这个东西啊？佛菩萨好像在清醒状态，六道凡夫好像在梦中，啊，迷惑的状态。他在梦中做梦啊，哎呀，梦里的遭遇苦不堪言啊。那清闲的人呢？没有啊，什么事情都没有啊。啊，不，清闲人很高明，你梦中境界看他看得出来，他看得很清楚。为什么呢？梦中它现象。我们为什么看不到别人做梦呢？梦里面那个现象呢，是另一个空间维持。啊，我们没有能力突破。啊，这个空间维持是妄想分别制造的，造作的。他的妄想分别执着跟我不一样。所以他那个境界我看不到，如果我放下妄想分别执着呢，他梦中境界我看到，啊，用什么呢？我这个界限突破，啊，不同维次空间的现象一目了然啊，清清楚楚啊。不但是他梦中境界你看得很清楚啊，他打个妄想你也清楚。啊，我们坐在这里自己打妄想别人不知道啊。
啊，那我坐在这个地方，我想新加坡，我想香港，啊，那个地方的境界像在我们心里面浮现出来了。有定功的人，他看到啊，哎，他看到说，哎，你跑到香港去了，你跑到新加坡去了。你并没有说出来，人家在旁边看得很清楚。你说这个境界是不是深妙境界？所以长者这一句话我们要记住，以不觉而起，以本觉而起不觉，本觉跟不觉决定同时，没有先后啊，但是他们的作用不一样，本觉肯定是觉，不觉肯定是迷，迷悟同时，迷悟不二啊！我们常常跟祖师大德说这两句话，我们也很难理解，怎么会迷悟不二？真的不二，真的是同时。啊，这个修行人永远在觉的这一边，觉悟的人，不觉的人呢，永远在迷这一边，在不觉这一边。啊，其实觉跟不觉同时具足，这个境界非常非常微妙啊。又云，啊，这都是引用起心论上的。意欲智，故生其苦乐。如起心论广明，啊，广是起心论里面讲的很详细啊。啊，六道里头的凡夫。苦乐从哪来的？苦乐的根源是智。啊，迷了智，苦就来了。啊，觉智呢，乐就来了。智里头没有苦乐啊。这底下说，一名一切众生迷根本智，啊，这个智，这里就说得很明白了，啊，意于智故生起苦乐，这个智是根本智，啊，迷根本智，二有世间苦乐法故。啊，觉根本智呢，世间苦乐统统离了。所以，世间这个苦乐就是指六道轮回啊，是迷根本智而来的。啊，根本智我跟前面讲过，六根根性呢。啊，迷就是妄想分别执着，觉离妄想分别执着，啊，离妄想分别执着，觉那里都有真落，啊，
那个乐是永恒的。弥了，弥了这个里头的这个乐，乐是坏苦啊。这佛讲的三界痛苦啊。啊，什么叫乐？苦停止了，你觉得是乐。最明显的比喻，这个佛在经上常讲，啊，你肚子饿了很苦啊，啊，吃饱了，哎，很乐啊。过了几个小时呢，再不吃，苦又来了。苦是真的，乐是假的。你永远是苦啊，到时候给你填饱，你觉得乐了。啊，不填的时候苦就来了。这个比喻，我们细心去体会，知道。啊，乐是假的，苦是真的。所以说，三界痛苦啊，三界是指六道啊。啊，三界讲欲界、色界、无色界，没有不苦啊！啊，你要想离苦乐，这离苦乐法了不起啊！谁知道？佛知道。佛有法离苦乐啊，那什么法呢？觉悟。觉根本智，苦乐法就离了。为智无性故，随缘不觉苦乐一生。啊，这个智就是根本智，根本智无自信的。啊，无自信，智信就是真信。所以他能随缘，随缘不觉，苦乐一生。啊，如果随缘觉呢，苦乐业就不生了。啊，总在觉迷呀。我们想想，想想我们自己。啊，我们自己是随缘不觉。根本智随缘啊，随八十五十一心所，随这个缘。把根本智忘得干干净净，性根识同时起作用，根本就没分开。啊，你看看，把这个性智迷失到一丝毫都不觉，
这个话说得真好啊，把我们这个六道里面这个状况的时候说尽了。我们要开智慧，实在讲没有能力啊。中下根性的人靠什么？靠教育，靠圣教啊！啊，天天读，天天学，天天在熏习啊，能够有10年、20年、30年、40年的熏习，哎，渐渐呢。有一点开悟了，啊，虽然这个悟啊是很少，少分极少分，受用已经不可思议了，啊，但是不能停在这里，要努力，还要向上提升，越提升，智慧。越大，受用越不可思议。现在时间到了。